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，他说求下列哈、哦，这个二次函数图形的对称轴，这一看，这个呢 h 就是负一啊，哦就 x 哈、哦，等于呢 h 是负一啊，这是它的对称轴。我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哈、哦、，x 等于二 a 分之负一，二 a 分之负一啊，负六。等于多少？等于三呐，这个等于三，它对称轴。那这个呢？这是 x 等于二 a， 二乘二嘛，负 b 负八，四二等于八嘛，所以是负二了。啊，这 x 等于负二是它对称轴，这是 x 等于三是它对称轴。哦，很容易就算出来了。